上火，来来来，上。好，上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你爸爸也受不了了。哎哎哎，您听话吗？我生气了。秀梅，耐心点。吃早饭了，来。哥哥，我吃小的呢。哎，你在看什么？哦，你又有不对劲儿了，怪不得人家是要叫你气象台了。今儿天气怎么样？多云转阴。哎呦，下午还要下雨。等一会儿叫王医生贴张膏药，不要紧的啊。哎，小李，哎呦，爸爸，怎么了？哎，下雨嘞！下雨喽！下雨喽！你有毛病啊？下什么雨啊？这么好的太阳。好了，走吧。气象台拿雨伞了。马上来，老李伯伯。哎，哎，大李同志。哎，来了来了啊！哎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、啊！你看，都是你。
你真有办法。小李的女朋友呢？我们镇上也在开展体育活动，今天看看你们的锻炼好吗？好，马上就开始。你等着啊。啊。大家做广播操。大家做广播操。做广播操。不会做。大家做广播操。王医生，做广播操。你们呢都应该去锻炼锻炼。等会儿要开小组党会，哪来的功夫啊？啊，昨天不是开过了吗？你爸爸呀，芝麻大的事儿要开八个会呢。我一直跟你说，你这个病啊，用不着吃药，只要跟小李去啊，就会好的。对对，来来来，走。李发师，做广播操。当。喂，李主任，小李在吗？找小李啊。刚刚走啊？什么？小组长开会。好好，马上去叫。一点钟开会，这下可好了啊。是啊，好啊，这下子乒乓也。主任，哎呀，小组长开会。怎么又在上班前都开会呢？好了，今天又不能锻炼了。小组长会昨天已经开过了呀，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呀。喂，我找大李呀。不对，找老李。对的，爸爸听大李的话。大李吗？我小李呀。什么事？我们每天上班以前要锻炼身体，你是车间工会主席，你应该支持嘛。上班以前可以吗？他完全同意。谁打来的？小李。我正要找他呢。爸爸又要在这个时候开会。没有必要吧。爸爸说来说去就这么两句话，我们背的背得出来了。你说什么？这完全是浪费时间嘛。浪费时间。爸爸不对。什么？快叫大李去跟他说呀。先要打通他的思想，再好让他去对付爸爸。对付爸爸？哼，你听听看。喂，你说什么？我们要锻炼身体，今天还有叶唐镇的体育积极分子来参观呢。你来开会。你是谁？你是谁呀？我小李。你小李？我老李。哼。大李怎么说？不是大李，是爸爸。老李，找大李去。下次再看吧。那，你下次再来，我通通都准备好，乒乓球、篮球。还有我的摔跤。你爸爸叫你。你们年纪轻，喜欢玩体育嘛。一个星期玩他一次还不够啊，一天到晚搞活动搞锻炼，会嘛也不开了，你呀简直是胡闹。好。想当年你爸爸在旧社会里每天都在饿肚子。我知道的呀。预备铃响了，会又开不成功了。都是你。小组长会改在中午开了啊。爸爸，中午我们开会选你提携主席。你们会不开了？通知已经出了。哎呀，
七个话了。吴宣主席照样锻炼，还要锻炼，有意思。好。主任，你现在这个事情想通了？想通了，我想选个主席管管他们，总比没人管要好得多。哦，呵呵。谁？你来当体协主席啊？我呀，哎。你块儿大，像个运动员吧？我不行啊，我对体育一点也没兴趣。我就是要对体育没兴趣的人来当体协主席啊。是不是啊？啊，主任啊，过来，你看他怎么样啊？哎，生产积极，哎，哦，看，群众关系也好，小李也听他的话，对体育嘛，他连广播操都不会做。好啊，我就是要这种人来当体协主席，待会儿啊，我们跟他去谈谈。好。紧急情报，刚刚听说要选大力士当体协主席呢。哦，怪不得同意我们开会了。要真选大力士当体协主席，那还得了啊！哎，这怎么可以呢？那我们得想想办法呀。我有什么办法？小李，你来当主席。对，你当主席。对，你来当吧。不行的呀，我怎么能跟爸爸搞呢？对，儿子要听老子的话。那总要选一个了，大家想想看嘛。选谁呢？哎，小李，你们看，他最合适。坐呀，哎，好。哎，大李，他人倒挺热心的，群众关系也好。是啊，有事情好商量。哎，爸爸从来不对他发脾气。对体育嘛，哎，选一个不喜欢体育的，总比选一个反对体育的大力士要好得多吧？啊，哎，选了他呀，让他去跟爸爸打交道。哎。我跟他去谈谈。大李啊，你来当体协主席最合适了。再好没有了。哎，谁呀？你呀？我啊。小李，你爸爸叫我当体协主席，怎么让他想出来的？哎呦，我们完全同意。你们也同意？我们当然要听车间主任的话了，坚决拥护你当体协主席。我当体协主席啊？哎，嗯，你们开什么玩笑啊？哎呦，大李当体协主席，我双手赞成。我也同意，他对群众工作最热心了。哎，大李，我们马上活动起来。对，快点搞起来。我们厂的体育活动啊，是得有个人抓一抓。哎。对，体育活动开展以后，看病的人也要少多喽。大李，你来带头，我们一定参加。对对对。大家叫我做嘛，我就试试看。哎，你打算怎么搞啊？还没想出来呢。起码先得练练广播操。干嘛？哎，体协主席每天要带我们大家做广播操啊。哦，你要练呢？我们大家都练啊，都练。我呀，主任，你也要练广播操啊？哎哎哎，你搞什么呀？你搞？小李，明天呢，你来教广播操。
我啊，嘿，我是等级运动员呢。等级运动员不好教广播操啊。我要练长跑，广播操你教。哎，你教。哎，你教，你教，大力。我教。大李，你准确极了。别起哄，我连会都不会。不是说你气象台准确极了，你说下雨果然下雨。大李，你放大胆子教，我们都来参加。啊，同志，你要买什么？我买广播操。什么？广播操的样子。哦，卖完了。哦。哎，同志，请你拿一张给我好吗？视力表对不？你要一张？哎。哦。哎哎，那不是有一张吗？哦，这剩下来半张，没什么用处了。第二节，哎，挪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二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哎哎，同志，哦，你的。第四节。第四节吗？前后区运动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我马上就好。不要紧的，你待会儿从后门出去好了。哎，时间不早了，耽误你休息了。不要紧的，我走了。这张，这剩下来半张了，送给您。谢谢。哎，从后门走。哦。同志，这边走。第七节是。第七节是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啊、七、啊、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第八节跳跃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再见啊。再见。散伙。
广播操会吧？会的，当然会的。哦，第六节教教爸爸好吧？好的。立正，预备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这是不是第六节？是啊，当然是的喽。好事，骑士书，骑士书万千，咦？天变地变人也变，其实数万千，你会了没有？没错儿。当滴答当滴答，滴答当当当当当当，当当当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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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滴答，滴答哎，滴答当滴答，滴答当当当当，当当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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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滴答，滴答当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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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小李啊，召集大家来做广播操。好，哎，看你的了。没错。小组长开会，大家做广播操。大家。大家。大。小组长开会。喂，做广播操。没功夫。锻炼为你自己好哎。我这个身体还要锻炼。你这是虚胖。喏喏喏，去去去去喏喏。去什么？我去吧。哎哎哎哎哎哎去胖吧。哎呦三五百斤没问题。兄弟算了算了，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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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
刚刚大力士把小李给摔了一跤。大力士，走啊。干嘛？广播操。哎，昨天不是你自愿参加的吗？我做广播操非得你教，你教。今天就是我教。啊，你教。哎，大力教啊。哎，他行吗？说不上啊。预备起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蛮好的。哎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操啊，广播操，第几节？第六节。哎，谁教你的？我们家里三虎啊。啊，这是少年广播操。少年操。主席啊，明天早上锻炼小组练长跑，也有你啊。我呀，主席嘛，当然要带头了。长跑？开什么玩笑啊！我嘛，在马路上散散步嘛，还可以。好，那就照你说的，明天大家练竞走。竞走？还有这个玩意儿啊？有啊，喏。小组长开会，小组长啊，都去练竞走去了啊。竞走？哎，竞走。喏，太不像话了，这怎么可以呢？哎，都是你啊，我，去追他们回来。
我说你呀，在生产上认真负责，各方面抓得都很紧，这点大家都承认的。这是应该的嘛。哎，在体育方面你也应该带带头啊。我年纪大了，不能跟你们比呀。你看，说了个半天有什么用啊？不要急，耐心点。对，耐心点。当心，要拐弯了啊！对，对，哎，哎，不对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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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也会骑啊？再来嘛！我年纪大了，不能跟你们比呀。你的看法跟我完全一样。好吗？好好。哎，你怎么还没回去啊？哎，我这就回去。啊。妈妈，妈妈！哎呀，宝贝。妈妈，你看。嗯。小虎，这像妈妈吗？啊，不像。像的，像妈妈的。爸爸对吧？哎，眼睛倒有点像。像的，像的。不是妈妈，是阿姨。阿姨是没有你们五个小老虎的。怎么，你这个主席坐到家里来了啊？还有吗？通通拿出来好了。秀梅，你看啊，三个孩子的女工吴祥妹，最近在全国女子自行车比赛中得了第四名，啊，哎，还成为健将。他既锻炼了身体，又提高了工作效率，生产上还评为红旗手，这可不简单呐。哎，读完了吗？这有什么好笑啊？我这也是为你好啊。你学会了骑车子，工作上也方便点。那也用不着买宣传画了，读报纸了，再贴几张标语还要热闹了。
今儿月亮倒挺好的。嗯。哎，外面倒是没什么人了。嗯。他走了。到哪儿去啊？咦，叫我骑自行车去啊。真的。往前面看，哎，一定要向你学习。这张好，那张那张，上面上面，上面，这张，哎，这张好，对吗？爸爸，你看了这些画，有什么感想？我想揍你！好啊！你，老李伯伯。哎呀，苗云呐，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啊？萧萧带来点东西。哎呀，苗云呐，你不要客气呀。
深酒。嗯，我买了20多坛花，好叫爸爸锻炼锻炼身体。小虎，小虎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呀、啊！不要紧，胆子大点好。秀梅姐。哎，苗云，你车子骑得好，来交代秀梅。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摔疼了吧？哎呀，哎，妈妈，你疼吗？秀梅姐，妈妈，你疼吗？妈妈，你要紧吗？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哎呦，哎呦，不行了。哎，当心点！不行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哎呦，不行啊，不行！哎，是不行啊，年纪大嘞。喏，不能跟他们比，小虎，对吗？嗯？那倒还没一定哦。各方面大家都得准备好，动作再快一点啊！我马上就去。哎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替主任做好生产前的准备工作，看他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参加体育锻炼。嘿嘿。主任，他们要叫你去做广播操。主任，哎，准备工作嘛都做好了，去做会儿操好吧？啊，哈哈哈，走吧。哎呀，咦，哎呀，你找什么呀？哎呀，日记本子忘记带出来了。哎，这不是吗？啊，啊，哎，以后我逢双做好吗？今天是，今天是四号，冯双。哎，大力士，今天几号？四号。啊。哎呀，你看我这个记性呢。哎，你们广播操一共有几节？八节。哦，那么我做两节，好吗？两节就两节。小李，你先去准备起来啊，去去。主任，你不是说今天要去检查冷藏库吗？哦，哎呀，看我这记性呢，今天还要去检查安全设备嘛。大力啊，只好对不起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做广播操，我们先去了啊。哎，好。哎，做操了。哎，里边有人吗？出来做广播操。不要想。做广播操，哼，一点也不过瘾。
大力士，赶快活动啊！简直是胡闹！哎，切！主任，活动活动，快点活动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对对。哎，主任，你也做广播操了？啊！胡闹！体育工的票来了，小李，给我一张。哎，给我一张，给我一张。哎，小李，给我一张。小李，小李，给我一张。哎哎哎，什么票子？嘿嘿，精彩极了。哎，我还没有呢。哎，等一等，小李，给我一张。给你一张，你是运动员呐？这个你又不喜欢的了。哎。我对体育一点儿也没兴趣。小李，不要给他。怎么，非得运动员才能看？哎，谁兴出来的？我兴出来的。你呀？哎，小李，你跟上。别怕，别怕。小李，当心啊！
小子用劲儿。哎，3500斤没问题。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哎，票子不多啊，主要照顾等级运动员。拿来，通通给我。哎，给我一张，我还没有呢。这是给运动员的。我知道的呀。哎，主任，哎，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去看啊。好的。体育，这个我不喜欢的，给喜欢的人去看吧。要的人们不给，不要的人们硬塞。干嘛？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怎么知道我不要？嗯，这是给运动员的呀。我知道的呀。今天他们不是运动员，以后也能成为运动员的，你们说对吧？爸爸不会来的。好，你看他抽球。眼睛有毛病啊，要么你有毛病。好，小林，你爸爸来了吗？哪儿有啊？走，这几大炮，走，太棒了，别看了，这么小个球有什么看头？好，走吧，打多棒啊！哎，怎么走了？在哪儿啊？啊？哎，他们打得不错，稍微软了一点。哦，哎，刚才在的吗？不会来的，你看错人了。我亲眼看见的。会不会到别的厅里去啊？哎，走到别的厅去看看。好，
是他呢。再看会儿，那我先走了。好好没来吧？跟你说不会来的。不要急，耐心点。哎，是要耐心点。你再耐心啊，爸爸也不会有兴趣的。你呀，你不了解你爸爸。也许我的耐心还不够，尤其是对你爸爸。你们到别的厅去玩玩，我再来看看。这个太极拳很适合在我们厂里推广，去吧。小李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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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切小李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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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简单。爷爷，特地请他来教的。主任，你也来参加吧。哦，我年纪大了，不能跟你们比呀。您今年高寿啊？哦，不敢，48。不行了，你呢？小呢？84。啊。
84啊。老弟啊，一块来参加吧。来。哎，你们主席呢？看大力嫂子训练去了。人家现在是区代表队队员呢。哦。跟你比一比啊，体协主席，你带队来哦。好好。老李伯伯，你也来，今年镇上的庙会热闹极了。好好好，再说再说。都是上你的当，怎么能怪我呢？都是你，气象台，气死人。气象台声明，本人经过数月之体育锻炼，健康恢复，天阴腰不酸，下雨背不疼，故特此郑重声明，老病号的帽子已除，气象台这外号亦随之取消。今后诸位预知气象情况，请看当天报纸或问中心气象台，电话292229，大理起。教我太极拳好吗？
好啊，走走。这儿人太多。哦。我们体协跟厂长商量过了，这个星期天到叶塘镇去比赛，行政上的领队是你呀、啊？不是我，是你哦。怎么会是我呢？我负责比赛方面，行政上的联系啊，非你不可。这跟生产有关系哦。跟生产有关系啊？你不是要参观一下饲养厂，交流一下经验吗？这个我想过呀。啊，再好没有了，一举两得嘛，对吧？九稳，还没一定呢。哎，你怎么又是没一定呢？你到底是帮谁呀、啊、你呀、啊？厂领先，哎，不是赢了吗？三局两胜，还有两局了。哦，啊，还有啊？啊，哎、大力士加油啊！300-500斤没问题。你们不齐心，用劲的时候一块儿用劲。哎，哎，大力在介绍经验，把我们窍门都告诉人家。应该啊，介绍经验嘛。比赛的时候介绍，我们要输的啊！这怎么可以呢？嗯，让他介绍好了，要罚就罚个过瘾。第二局开始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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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怎么搞的？不要紧，下一盘才定输赢呢。输赢总归是我们赢。嗯，第三局开始。快点下去，下去！你赶快下去！我不能去呀、啊！你不去，我去，你也不能去呀、啊！啊！加油！加油！一堂，加油！大力士啊！加油啊！啊！哎，你不能去啊！我是领队，我怎么不能去、啊？你我。哎哎哎呀，这可糟糕了。加工厂犯规，2-1，叶棠得胜。你干什么？啊？谁让你进来帮忙的？不是赢了吗？你还想赢啊？你犯规了，你不懂，你不要加急劲。大家注意了，女子25公里自行车比赛马上就要到达终点，请负责场地同志准备。哎，啊，看见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快快，赶快，赶快过来，就要来了啊！来了来了，哎，是不是苗云在最前头？哎，苗云在前头，还没一定呢。哎呀，哎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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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妈妈加油，妈妈加油。是谁呀？啊，妈妈。啊？什么？啊，五个孩子的妈妈。不要动，好，太
好了，太好了，大力嫂子第一名，小妹向你学习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极了，好极了！不行不行，哎，是不是达到健将标准了？离开健将还差1分3秒8。哎呀！哎，你有什么感想啊？